道这场音乐会是春节之前的最后一场大型的音乐会，新春音乐会。今天晚上的曲目呢，我觉得亮点很多。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空中花园》这个曲子。为什么呢？大家听完就回家就走了，只有你们来听了，很多人，苏州这么多人都没有听到，我是觉得有点可惜了。当然，我们的音乐厅来多了也坐不下。再说了，我还有现在还不能坐那么多人，对吧？我现在还要控制在70%，所以大家要多多保重啊。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大胆的走进了这个音乐厅了哈。我想说什么呢？今天晚上这个我们知道《空中花园》这个笛子协奏曲大家也听到了啊。当时呢是首演好像是用的交响乐队，没有这个民族管弦乐版这个谱子的。当我们决定要演这个曲子的时候呢，李冰洋先生呢就觉得我们要演了，所以他专门为我们改编了啊，专门改编了，因为他自己的作品自己改编肯定是比较原汁原味一点，对吧？这个就不是移植了哈。我们都知道，把交响乐的作品或者把西方的作品或者把不是民族管弦乐的作品，把它只要改编过来的。我们习惯约定俗成，大家都喜欢说移植。其实移植这个词呢，一听感觉像做手术在移植一样。其实音乐上，我觉得用移植呢不是特别的恰当啊，可以这么说，但是不是特别恰当。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是改编啊，因为它不是直接从西洋的直接就把它怎么嫁接过来，还移植过来了，不需要手术的就过来了，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的可讲的，不是特别的，至少不是那么准确吧。所以我们都习惯用，我们的打字幕上不喜欢用移植两个字，都是喜欢改编编创啊，或者是编曲啊，这个就是意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从交响乐的这个很多的乐器里面把它全部改编成民族管乐队这个编制，首先乐器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编制也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李冰洋先生呢，为了我们苏州民族管乐团，应该说也是为了他的曲子，二度创作，等于又花了很多的时间。他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在美国，一直没有回来，所以他就这段时间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就是把这个作品就改编出来。我们今天晚上是世界首演，啊，我觉得这个作品。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李冰洋先生在改编成这个民族管弦乐团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联系。他一直很担心，因为交响乐有铜管，我们没有铜管嘛，那个张力很大，他很担心。我说你是用的这个写给笛子的，直接写给民族管弦乐团不是更好吗？对不对？但是当然，就是我刚才说的事情，它是一个国家艺术基金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当时就定了，已经之前就定好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只能把它移植过来了。那么移植过来一直很担心，包括今天的戴亚大师也是有这个担心，就是因为他没有跟民族管乐团演奏过，他第一天合乐的时候他就有一点很紧张，哎呀，那些铜管圆号长号小号大号都没有了，那个辉煌的东西怎么办？结果他很担心。其实呢，民族管乐队呢，就是说本身啊，它跟西洋管弦乐队就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对比，不要比，它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音乐的它的这个怎么说，潜在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只要能够改编的好，尤其是李冰洋老师自己亲自改编，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当第一次来合乐的时候，戴亚大师这个担心，哇，他说我本来很担心，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就觉得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大家听了以后也感觉到我们这个张力什么都出来了，对吧？而且呢，我想在这说的时候，戴亚老师也是非常的用心，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用这里边的变化已经特别多，这个曲子特别特别的难，无论是对 solo 就是对这个笛子的独奏，还是对我们乐队每一位乐队每一个乐器，包括指挥，我觉得对指挥也非常有挑战性，非常难，真的非常难。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作品。我说它难不是因为我们掌握不了这个风格或者把握不了这个作品，不是。主要就是一种合作非常难啊，它里边的节奏如果你有一点没有合上的话，就都会导致这个作品可能就进行不下去，就所以说它要求的每个人的配合是非常严密性的啊，因为它的很多的多声部的东西啊非常多，而且关键是节奏型非常复杂啊，再加上跟独奏的这样一个合作。那么戴老师呢，在吹这个曲子
他也是研究了大量的资料，也听了很多的很多的这方面的音乐，所以今天在笛子独奏部分，这个戴老师用了很多很多的，怎么说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应该说李碧阳老师也在跟我解释，也在跟我澄清这一点，就在笛子独奏部分，戴老师也是给了他很多很多的意见，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启发，他们俩在一起一直在研究这个音怎么吹，这个那个哪个味道，还要符合那边的风格，总之这个曲子创作我觉得完全体现了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真正是为了一首作品的打造磨砺出来，为了更好的呈现给伟大的人民啊，我觉得他们是花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才呈现出今天晚上这样，我觉得今天晚上还是相对能够令大家就是感觉到能够感受到那种文化背景下的那种音乐啊，再加上今天他演奏这个笛子，我们都知道笛子有很多的孔，但是很少人又知道到底是几个孔，对吧？啊，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笛子的孔越少啊，从技术上说它的难度就越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孔少的话，因为你吹很多变化音的话，你就必须啊，那个手指的演奏过程当中，你要捂上这个孔，然后捂半孔，再捂多少孔多少孔啊，它才能吹到那个音才能吹出来。可是如果我们现在的乐队要演奏这么复杂的作品，这么复杂的音乐，如果只是六孔的话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下一步我们的乐团也是一样，我们肯定要八孔，所以今天晚上戴老师用的是八孔笛，对不对？只要能够不影响笛子本身的音色的前提下，又能够很方便能够演出更多的音乐，更多国家更多民族的这种音乐啊，能够挑战更多的难度的音乐，我觉得乐器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八孔要今天晚上八孔笛，对吧，就会相对来说它一定会比六孔笛要演奏的更加的如鱼得水。那么将来的改革，当然这个这是要根据科学，也不是说你将来十孔笛啊孔越多它是相对的，就相对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八孔笛的演奏，当然中间它换了几只笛子，不一样的音高的和声音的笛子，给我们呈现出来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所以今天的空中花园是这场音乐会里边是我要特殊给大家介绍的啊，就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曲子，谢谢啊。马上过春节了，在春节之前我们就没有这个大型的音乐会了。我代表苏州民族管弦全体演奏人员，我们一起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春节快乐，好不好？我们一起说春节快乐，来，祝大家春节快乐。